我想他了。尘封往事里另有真相。这个是我2岁的时候收到的，姥姥姥爷说是我妈寄给我的。夏美云是2月份死的。我记得崔阳跟我说过她的生日是6月份。困锁的心房终被阳光点亮。您认识我妈妈吗？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她爱我吗？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。敬请期待真实故事剧场5集迷你剧集《隐痛》第5集。今天早上一开工就发现了尸体，从骨骼的情况来看应该有10几年了。头骨有裂痕，应该是被重物敲击而死。给我半个人。哪种？山哥，你说咱俩能像这样永远在一起吗？当然了。我要嫁人了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这是给你爹做火化的陈述。你要我把火化单干什么？99年2月有一个叫周振才的被火化了，同年8月又有一个周振才被火化了。有些人注定要在愧疚中活一辈子。你有什么事快说吧。我要100万现金和一台车。不然我去问问警察，你到底姓林还是姓陈。一万带着孩子进了一座黄色废弃楼。收到，支援马上就到。你有什么条件咱们可以谈，只要你把孩子放了。你自己看两个人。你知道你一直在一次犯错之后怎么样吗？你只会活得越来越沉重。您认识我妈妈吗？她爱我吗？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。山哥，你说咱俩能像这样永远在一起吗？当然了，我把你家债都还了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前面这车怎么回事？开这么慢？听说有个姓陈的搬咱这儿来了，是你的旧相好吧？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他打你，给我半个人。山哥，对不起。山哥，对不起啊，山哥，对不起。明天呢，我用你的身份去下矿，你明天在外面替我做爆破。快救人，有水啦。叫什么名啊？林永达。本来那天死的应该是我，想过要自首的，但是我和心仪在一起了。那你盗用他表哥身份这件事怎么解释？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那夏美云呢？烧旗津山那天是他先跑的，后来我就找不到他了。你好，我是陈心怡。林永达到底犯什么罪了？他涉嫌了一起20年前的命案。命案？Thank you.
久等了，大齐哥，还差一个菜。哎，生意不错啊。这不托您跟狼队的福，捡回一条命，可不得好好努力吗？哎，我想问你个事儿，你说，你姥姥跟你姥爷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你妈妈是怎么去世的？就说出去打工，然后生了一场大病。再回来的时候，就只剩骨灰了。跟你说过去哪儿打工吗？应该也是没有。不过就算说过，我当时那么小，也忘了。他有没有给你写过信？没有。哎，你等一下。这个是我两岁的时候收到的，姥姥姥爷说是我妈寄给我的，保平安。不过是不是她寄的，我也不清楚，可能就想给我留个念想吧。我相信肯定是她寄的，希望是吧。我能拍个照吗？可以。对了，大齐哥，你怎么今天来问我这些啊？那个案子不结束了吗？嗨，我呀，就是想起来一点小事，顺便问问。那个林永达怎么样了？里边关着呢。我是问他的病怎么样。你不恨他吗？其实，哦，谢谢，下次聊吧。不用找了。哎，那不行。哎，大齐哥，哎，大齐哥，哎，拿着。哎，我都说了别找。哎，你不要就看不起我啊。大齐哥，我能问你个事儿吗？找到了，肯定是黑矿上的。看，就那边。陈善，男，29，矿洞走水事故。和我推测的一模一样，这种护身符就是刚去的。这么说，夏美云当时真的在那儿？也不一定啊，万一是陈善以夏美云的名义寄的呢？他一个做母亲的，就这么抛下自己儿子，就算是杀人在逃，也不会不闻不问吧？嗯。你也觉得有问题吧？我又不是不要看证据。我更愿意相信这护身符就是夏美云寄的。不行，我得再去趟矿区。但是孙局那儿……我去找孙局。真的？
那会儿我们哪知道什么合法不合法，有钱就干了。您别紧张啊，不追究您这个事儿，就是想问问您，当时矿难的时候您在现场吧？在啊，我还帮着救人了呢。当时矿上有女工吗？女工还有那么几个，但是不下井，做做饭呢，还是卖点那个日用品啥的。认识他吗？哎呀，这可太久以前的事了，我哪还记得清啊。我记得刚才那个老赵说，当年矿上确实有那么几个女工，但是不下井。他还说什么来着？还说那次矿难之后没几天，煤气中毒，死了一个女人。又是煤气中毒。记得崔阳跟我说过，他的生日是六月份，但是这边查到夏美云二月份就出事了，找了老子见过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是林永达的案子吧？我们之前调查，真的有遗漏。你们想要重审？林永达不会是无辜的，但我们离真相还差了一步。根据林永达目前病的情况，你们想要查清楚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孙局，我要出省一趟。您好。啊，您好。我想找一下陈子。请问你有预约吗？什么事儿？让他到我房间来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哦，我问于警官要了您的地址，但是没想到广南这么远。是啊。哎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哦，谢谢。哎，把包放下来。哦，没事，我说两句话就走。哦。
事儿？我就是想来告诉你，我不怪林叔。其实我一直没有怪过他，只是当时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我需要时间缓冲一下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我还想跟您说声对不起，当时您来找我，我态度不是特别好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没事儿的。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个事儿。您认识我妈妈吗？你恨他吗？我不恨他，就是会想他。阿姨，不好意思，耽误了你这么久，我先走了。洋洋，你等我一下。孩子起名字了吗？你叫崔阳，阳光向上的阳。
难道让他跟两个逃犯过一辈子吗？梁警官来了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哦，谢谢啊。您说，医生说，梁永达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我可以看看他吗？你认为他这个时候更想见的是你，还是夏美云？你想想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你叫什么名儿？林永达。人都没了，你就发发慈悲，帮帮活着的人吧。你为什么要用我哥的名字？我求你了，放我们一马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救救你了！哥还一直跟我说，你是个单身汉。我看你就是想骗他钱吧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一直把你哥当做我的亲哥。矿里出事那天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怎么可能会去害他？我就是，他们两个就跟亲兄弟一样。那这女的怎么回事？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有问题。我们让警察查查去吧。新爷，你听我说，新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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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，放开我！
在，好了，到了。燕儿，我打牌赢不少啊，手气不错呀。哎，你看叫楼亮连着七十八垒了。哎，他手气不行。咋了？一会儿咱俩打一会儿。可以。你定了啊？我等你啊。好好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定了啊？好好好，好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好嘞。 杀崔金山，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。
那崔阳呢？至少他现在还知道有一个妈活着。你有这样一个儿子，是你的幸运。是啊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陈善。不可能。你这样真的值得吗？你爱过一个人吗？就算你再爱一个人，也不能替他扛下所有的罪。为什么不能？因为只有你自己面对了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。我后悔我这一生中做过的很多事，走过的很多路，我甚至后悔我这一生中说过的很多话。但是有一件事，我从来不曾后悔。我爱陈心怡，我不能再陪她走下去以后的路了。当然，这都是我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的。善哥，你到底爱我有几分啊？
姐姐，大齐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过来看看你啊。快进来。您先坐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哦，我就是想把这个店铺重新装修一下。哎，你们今天怎么过来了呀？你都知道了吧？啊，他都跟我说了。你想不想去见见他？其实是挺想的，但是先麻烦姐姐帮我告诉他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翠雅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呢，就尽管给我们俩打电话。嗯，我们俩一定会尽全力帮你，别跟我们俩客气啊。放心，绝对不客气。好，那我们没事就先走吧。好，那等我店里收拾好了，你们再过来吃饺子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跟他说句话。翠雅，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，你妈妈她很爱你。姐，知道我现在做的还不够好，但是我会努力改变，改变自己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担当、有责任的男人。只想跟你在一起，一辈子的在一起，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。夏美云砸死崔金山的行为涉嫌了故意杀人罪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，故意杀人的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陈善失手杀害陈心怡的行为涉嫌了过失致人死亡罪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，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。于夫人，欢迎回家。你乖乖坐着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老婆，你看今天孙女比你爸还高兴。喝水。我一直以为我会一个人过一辈子。不对，是我想一个人过一辈子。然后呢？我想错了呗。